时代在变，大家看的不是你演戏好坏，你长得好坏很重要。你只要有话题，有数据，题材是当下流行的，就 OK。没有人关注表演本身，会让我觉得，那我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？我开始产生对我职业的怀疑。后来我觉得，我不能这样。我必须要有一个方式让我从这种思想里跳脱出来，然后我放掉所有的工作，推掉所有的戏，而且那两年应该算是我电视剧事业上比较好的那两年吧。有人劝过我说，光姐，你想没想过后果？你现在停下来两年，电视上看不到你，等你再回来的时候不一定有你的位置。我那不重要，所以我选择了停了两年去演话剧，重新回到排练场去跟大家围读剧本，用三个月的时间去排练，用一年的时间去演出，走了37个城市，演到第40场50场，每次谢幕的时候，你看着台下的那种对你的掌声，呼喊着你的名字，你才知道，哦，真的执着于沉浸在表演当中，你是很快乐的。表演这件事情是很伟大的。